各位小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广东话教室。我是 Uncle Calvin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家好，今天我将会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香港的铁路网络。在香港的铁路网络里面，其中有两条路线分别是绿色和紫色的。各位小朋友，知不知道是哪两条路线啊？分别就是有17个车站绿色的观塘线，同埋有8个车站紫色的将军澳线。各位小朋友，准备好未？那我们上车了。在路线图上面，绿色的观塘线一共有17个车站。今日我们就由黄埔站出发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先跟我读一次：黄埔，黄埔。读得几好吧？下一站是何文田站，各位小朋友跟住我读下：何文田，何文田。读得唔错啊！呢一站系油麻地站，各位小朋友，呢一个字平时我哋会读地地，不过约定俗成，我哋会叫呢一个地方做油麻地，油麻地。几好啊！下一站是旺角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：旺角，旺角。都读得唔错噃。跟住呢一个车站系太子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：太子，太子。几好啊！下一站是石硖尾，石硖尾。读多一次，石硖尾。唔错吧？下一站是九龙塘站，各位小朋友跟住我读下：九龙塘，九龙塘。几好啊！下一站是乐富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：乐富，乐富。好好啊！各位小朋友，跟住落嚟嘅呢一个车站叫做黄大仙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：黄大仙，黄大仙。唔错啊！各位小朋友，下一站是钻石山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：钻石山，钻石山。
下一站是彩虹站，大家又跟着我读下，彩虹，彩虹，嗯，好好啊。下一站是九龙湾站，大家又跟着我读下了噃，九龙湾，九龙湾，嗯，读得好好啊。下一站是牛头角站，大家跟着我读下，牛头角，牛头角，嗯，好好啊。下一站是观塘站，大家跟着我读下，观塘，观塘，嗯，啱啦。下一站是蓝田站，大家跟着我读下，蓝田，蓝田，唔错啊。下一站是油塘站，大家跟着我读下，油塘，油塘，嗯，读得几好啊。来到绿色观塘线的最后一个站，这个是调景岭站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留意一下，最后的这个字，平时呢，我们会读它做岭，不过约定俗成，也都有不少人会叫这个地方做调景岭，所以我们都分别读一下，调景岭，调景岭，或者调景岭，调景岭，嗯，大家都读得不错吧。刚刚我们已经来到观塘线的最后一个站了，其实调景岭站和刚才讲过的油塘站都是港铁当中的转线车站，在这两个站我们可以转乘紫色的将军澳线，分别向将军澳又或者向港岛区进发的噃。跟住落嚟，不如先同大家一起转乘紫色线向将军澳搭去下一个站啊！各位小朋友，这个站是将军澳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，将军澳，将军澳，嗯，读得几好啊。而家我哋就嚟到坑口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，坑口，坑口。好快就嚟到将军澳线嘅最后一个站啦，呢一个站叫做宝林站，各位跟住我读下，宝林，宝林，嗯，都读得唔错噃。其实我哋乘搭将军澳线嘅时候，喺将军澳站亦都可以转乘列车去另一个方向噶。这个地方同样位于将军澳，不如我们回去将军澳站，然后再搭去这个地方吧。
呢一站系康城站，大家跟住我读下，康城，康城。所以各位小朋友要留意啦，如果你要去嘅地方系康城站、坑口站或者宝林站，在将军澳站上车的时候，就要肯定自己搭啱方向了。刚才提到绿色线和紫色线重叠的地方，分别是油塘站和调景岭站。如果我们转车是去港岛的方向，那下一个站又会去到哪一度呢？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过了海去到港岛之后，第一个在紫色线上面的车站是鲗鱼涌站，大家跟着我读下，鲗鱼涌，鲗鱼涌。挺好啊。跟着下来就是将军澳线在港岛区的最后一个站了。我们现在来到北角站，大家跟着我读下了吧，北角，北角。大家都读得相当不错吧。今日我就是要来北角站， Uncle Calvin 要下车啦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今日跟住 Uncle Calvin 沿住观塘线搭咗17个车站，然之后我哋都转乘紫色嘅将军澳线，向住三个唔同嘅方向，一共介绍咗有8个车站。大家有机会搭港铁去呢啲地方嘅时候，都可以应下佢哋嘅名，读下佢哋嘅名。各位小朋友亦都要记住噃。当我们在车厢里面，尤其是列车在行紧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紧握扶手。紧握扶手不单止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，也都可以避免因为跌亲而撞到其他人的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都要记住啦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，多谢各位小朋友，再见。